李玉玺，是这个你先分享一下你的创作，我们待会再聊你的演技啊。好，就是这一张专辑是双封面，除了这首《笑》是比较摇滚，怎么讲？对，除了《笑》，就是我比较，就是因为我的词通常都写的会比较就是咬文嚼字一点，是，对，因为我很喜欢就是那一方面的文字游戏啊。对，那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因为为了配合电影，对我的少女时代比较青春的，那个高中青涩。电影啊，加油加油！之外，就写了这首歌叫《我们青春》，那这个歌词就是比较跟以前不一样，就是比较白话，然后比较轻松一点的。是，不过这 shot 有很多定义了啊，这个是有点双关语、三关语，对不对 ？shot 也有点像小，对不对？或者笑，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或者是酒吧里面喝的 shot， 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随着我们。人越长越大，压抑的事情其实越来越多。对，那对我来说，我自己宣泄的方法就是音乐。对，那我觉得写一首歌可以帮助，就是希望可以让一些人产生共鸣，然后甚至帮助他们宣泄自己内心的压力。是，对对，太棒，也恭喜你啊、哦！这个演技现在也受到肯定啊、哦。这个《我的少女时代》是对不对？你在演的时候应该也是蛮享受那个过程了吧？都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一起玩。对，但其实前面我压力很大、对，因为我是算是几乎是最后才加入剧组的、对，然后他们已经训练一个多月了，是，然后我又没有表演经验，所以就是非常的紧张，这样是，但后来大家都很帮助。不用讲。